多愁善感的人打招呼常用这句话，你用哪一种打招呼习惯用语的人比较多愁善感？ C 你好，就是嗨举手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害的人比较多，不好意思啊。好吧，来那个张杰，害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多愁善感，然后本身就是说嗨，所以我觉得是嗨。子丁，我也是说嗨，但我也觉得我比较多愁善感，所以我就选我不应该找他说的。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全民新攻略。